火箭少女最美的四位成员，杨超越垫底，吴宣仪第二，第一竟然是她。火箭少女最美的四位成员，杨超越垫底，吴宣仪第二，第一竟然是她。第四是杨超越，相信大家对杨超越非常的熟悉，在创造101中以第三名的成绩高位出道。她本人长得漂亮又非常的有综艺感，性格很圈粉，现在的资源非常的好。第三是孟美岐，她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爱豆，会唱会跳还长得非常漂亮，不愧是我们的山之大哥，在明日之子中担任舞蹈导师，非常优秀。第一是傅菁，她是王思聪旗下的艺人，在创造101第一期就令小编非常惊艳，只有她勇敢地坐在第一的位置上，哪怕感受一下也好，也是既有颜值又有实力，大家觉得呢？